袁伟豪最近开始为舞台剧今晚打到虎彩牌，佢将会饰演周文斌，仲需要男扮女装添。扮女性嗰度就唔系最难嘅，反而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同虾头啦，同埋志文嘅戏都有相当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有好几场，咁反而就系仲有啲要唱歌同埋啲跳舞啊嗰啲都未排嘅。咁嗰啲都可能會比較要啲時間去執啦，同埋要多啲時間去，希望可以創作到多啲咯，即係劇本冇嘅嘢，咁啊盡量嗰個火花再多啲咁樣。就好似話要俾蝦頭摸曬成身，我有冇同女朋友報備咗先啊？唔使啊，出嚟開工呢啲嘢預咗噶啦。舞台剧会在农历新年前演出，所以嚟紧将会密集式咁样排练，会唔会忙到圣诞节都唔得闲陪女朋友啊？咁呢啲基本嘢，基本都未谂系买啲乜或者系去边度食饭啊咁样。咁但系寻日行过啲 supermarket， 见到啲姜饼人几得意，咁就买盒翻去，即系开心一下咯。十月头就已经买定呢啲啦，咁即系惊到时唔得闲问题。今年其实都。其實主要時間都擺曬喺工作度啦，嚇咁啊都冇乜特別嘢做啦，即係呢幾個月都係比較淡啲啦，個市道都咁啊，而家都係排舞台劇為主咯嚇。